大家好，我是张崇基，我是张崇德。嚟紧咧，我哋两兄弟咧会喺8月12到14日咧喺 Starco 举办我哋嘅《Sing It Up 2011》机会难得演唱会嘅。咁但系我哋咧会预备咗一啲门票送俾大家噶噃。系啦，咁啊要咁样嘅，只要你答中以下呢一条问题咧就得噶啦。问题系我哋曾经喺我哋演唱会里边唱过嘅福音歌曲，你列出其中一只就得噶啦。答中就有奖噶啦。神的大爱令此生可有意义。 Hello， 又到了一击音乐的时间了。首先就要跟大家呼吁一下来参加我们第六届你有好音乐基督教原创音乐创作比赛。今届我们 CBN 将会同 ACM 香港基督徒音乐协会合办的。只要你有好歌，我们都欢迎全世界的观众一起来推动基督徒音乐的创作热。报名详情可以留意我们的一击网。今集要同大家首播嘅 MV 咧，可以话系靓声中嘅靓声啊！就系由殿堂级嘅曾路德老师主唱嘅。咁佢嘅一班学生咧就系以 acapella 嘅方式嚟伴唱啦。咁加上咧发烧天碟嘅录音啊，咁仲唔系靓声中嘅靓声啊？马上咧就送上曾路德 Recover 大碟入边经典重唱《同路人》。碰到挫折我掛淚，
同路極珍貴。阿 Ruth 曾路德的歌声真的游刃悦耳啊！咁呢只新碟真的令人大饱耳福啦！今集我哋 One G Plus 阿 Ruth 咧仲会同大家介绍一下添噶噃，咁佢咧仲会同大家分享呢几年嚟嘅心路历程啦，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接住落嚟我哋会有 Jeff Kayla 嘅出现啊！I'm waiting for the winter to end.
我哋呢一集嘅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嗱，记得收睇我哋 1G Plus 曾路德嘅专访啦，等佢咧同大家咧介绍一下最新专辑 Recover 啦，咁碟里面咧所有嘅歌咧都可以喺我哋音乐下载网站 onemusicbox.com 嗰度咧揾得到嘅，而所有嘅收益咧扣除咗歌手嘅版税，将会全数支持 CBN 慈福行动每个月特定捐助嘅一位贵州山区嘅特困小朋友噶，请大家咧记住要多多支持啦，好啦，我哋下一个星期再见啦，拜拜。